我们在大湖华丽桨，然后发现了一只枪在游泳。我们要放它走，要把它放到岸上去，要放到岸上去。对，因为它一直在水里面上不去。现在把它放回岸上。哎，那边。我讲的啊。你讲不到位，你讲不到边。啊，差嘛差嘛。你也要过去，你也要过去。乖乖，我帮你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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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你这样下不去了。袂当过我迄个桨呀，爸爸，我桨在你后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放你走了。放你走，放你走，等一下。把它放到那个那边山上去吧，因为放在遮路，伊会变迄路残的迄边去啊。爱先放在迄路，放在迄边山顶去。好，你去。无嘛嘛，你先爬去，等下等下再爬去只桨。我想要放走，嗯。我们的桨一直掉到那边，因为刚刚为了要抓它。等一下，放你走。因为枪那个叫哭的声音很像小孩子，很像婴儿。那边有一个缺口，你把它放到岸上去，它应该就会上去，它很会爬山。啊天哪！有的，他上岸了，他上岸了。爬袂起哩，伊爬袂起哩。我想要提我伊去哩吗？在遐爬。他那边水好像不太深，他应该是上去了，没看到了。应该上去了。